好，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市政府市政顾问，我们的陈黄宇先生，来点掌声好不好？感谢哦，今天哦，这是八甲第一次办的歌唱比赛，我看各位哦，长青族的哦，都在后面在那边背歌词、念歌词、听音乐哦，我觉得哦，把这样子的活动当作是人生中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把这一次疫后我们歌唱比赛把它唱出来，把疫情唱走哈，尤其是哈有这么多的乡亲这样走过来聚在一起，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那我们也要感谢国勋，他去争取要办这么不一样的活动。今天有很多场活动，但是今天市长说一定要来参与，来看各位长辈怎么唱，告诉。要我回去告诉他，他们喜欢听什么，他也要练这首歌起来。所以很感谢评审老师今天坐在前面，因为今天一整个是一个长期从八点多一直到下午四点多 的一个比赛哈。所以我们也预祝哦，市政府也希望说我们国勋、我们里长哈，能够长长久久把这样子不一样的活动带给所有的里民，带给所有我们的市民，能够快快乐乐的唱歌。以后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更开心，有需要我们市政府协助的，有需要我协助的，我们都尽力奉献哈。希望今天这一次大会哈圆满成功，谢谢。好，谢谢，感谢我们的陈黄宇先生。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呢，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八甲里，我们八甲好声音呢即将要开始哈。希望我们现场我们长青组的朋友们确认一下哈，我们工作人员19位都到齐了吗？都到了哈，那我们即将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八甲好声音第一届歌唱比赛，比赛开始，来点掌声好吗？好，谢谢我们所有的参赛者来到现场哈。那我们来到八甲里，首先要认识的是谁呢？知道吗？哎呦，你跳先想跳，你卖恭维，我是在问现场好朋友哈。那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来一点掌声，欢迎我们的黄里长，最辛苦的里长，好吗？谢谢。再一次热情掌声给我们的黄里长哈，这是我们八甲里呢第一届的歌唱比赛，太好了啦，你就拿着奖就好了。非常感谢咱各位乡亲吼，即道踊跃来参加咱的歌唱比赛，啊，这是咱八甲第一届的歌唱比赛，啊嘛是一开咱的流程吼，安排了无讲介舒适，啊，希望哦后一届会当安排了搁较好诶，啊，互大家人会当做伙来唱歌。会穿哦，这里就毋是较简单诶。好，谢谢我们的黄里长哈。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哈，第一届比赛哈比较忙碌哦，比较不清楚，所以呢，我们现场的朋友继续给他支持一下好不好？下一次再来比赛好不好？来点掌声给我们的黄里长，加加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的黄里长，你开袂得好哈。那我们现场所有的参赛者呢，请你们注意一下哈。来邀请第一位。我们的廖宏泉先生第一首歌曲《眼中泪》，谢谢主持人，以及现场乡亲评审老师大家好，大家早安。
亲爱的，莫伤悲，我不是故意。讲话大声，那拢是我的志气。你是掌上明珠，却陪我当落水。你将委屈的心，收藏在枕头边。别人若笑你痴，你讲千古伊犹在。我的不甘心痛已经袂止，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一滴泪滴落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莫离开，我袂放乎你，袂当乎你的付出当无消息。谢谢我们的廖宏泉先生，希望我们所有的参赛者记得歌曲一定要到最后才能走开，不要唱完就想要跑了，这样子是很没礼貌的，希望大家要谨记。来，即将来邀请我们第二位，我们的吴湘文先生带来一首 Band Center， 掌声鼓励，谢谢。里长、裁判、老师、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歌唱比赛。
好，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哈，感谢你们的配合哈，希望我们要比赛的朋友记得自己的号码。吹无一支泪，听着水流声，因阮心内的怨情，当初不应该来误会。啊甘有相逢的机会啊，阮的真情可比天顶的仙女，却卖用阿妈阿妈袂着。谢谢。水万丈溪，行到溪边找无伊一个，听着水流声，因阮心内的怨气，当初不应该来误会。啊过月，敢有相逢的机会？啊，阮的真情可比天顶的仙桃，雪漫漫永远漫袂着。相逢的机会啊，阮的真情可比天顶的仙桃，小妹望永远望袂着。谢谢。哦，谢谢，谢谢我们的吴湘文先生，有点紧张哈，没关系，继续加油哈。来邀请我们第三位，我们的林美凤小姐带来一首《淡水的雨》，掌声鼓励，谢谢。评审各位来宾，大家好。
谢谢我们的三号参赛者，我刚刚都讲完了哈，歌曲音乐声还没结束呢，先不要离开哈，这样子很没礼貌哈，等要等到音乐声全部结束，行个礼，我们才能走开哦。希望我们参赛者呢记得哈。来，我们邀请四号卢美兰小姐带来一首《罗丁了解我心意》，掌声鼓励，谢谢。谢谢主持人好。评审老师好，各位乡亲大家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哈。谢谢我们卢美兰小姐，谢谢。哎，谢谢。
好，邀请我们的五号，我们的潘荣新先生带来一首苏波的啦，苏波的情雅，来掌声鼓励，谢谢。主持人你好，大家台湾话你好，大家好。交代哈，你们都没有在听哈，还是你们太紧张了？我不知道哈，我们是常青组的朋友，
再一次跟你们说一次哈，我们唱歌呢，我们要等到我们的音乐声全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鞠个躬，再下台，可以吗？可以吗？哎，都没人要插我呢吼，啊，可刚刚像我较严啊呢吼。好，那我们来一个特别来宾哈，我们的里长呢特别邀请这位来宾呢要来献唱一首歌曲哈，希望我们先休息一下，先缓和一下气氛哈。啊，我们邀请我们的林小姐，林妙玲小姐带来一首《小城故事》，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给她热情的掌声，这不是我们的参赛者哈，啊，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谢谢大家乡亲，大家好。哦，恁大家拢唱够赞嘞，再去参加迄个专业的歌唱比赛哈。我有点洗眼睛跟洗耳朵哈，真的为之一振哈，为之一惊。你们，八甲里的乡亲真的都很厉害哈。可能我下去比赛就输掉了哈。那我很荣幸，我当特别来宾，因为我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那现在来感受这个乡下的东西哈。我本来准备两首歌，一个是《小城故事》，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故事真的很多，里长讲了好多好多你们的故事哈。然后呢，一个是《桃花乡》，你们就像桃花乡一样哈，这很美的一个家乡，就像你们的家哈，就像你们自己的大家都是一家人这种感觉，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现在就为大家献唱这首《小城故事》，今天只唱一首哦。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那么我们的黄里长，麻烦你来到舞台旁边一下，谢谢。林妙玲小姐，这是我们的里长呢特别邀请来的我们的好朋友哈，特别来献唱，因为他呢本来有报名，但是呢里长说哈，请他让给我们的乡亲哈来唱，所以呢他就得穿插一首而已哈。但是我们里长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哈，我们里长有没有在现场？可以啊，里长，那个林小姐，麻烦你上台一下哈。那我们里长呢有点感谢的奖状要送给我们的林小姐，麻烦我们林小姐上台好吗？
好，给他点掌声好不好？他就是要拍个照而已哈。那我们现场的朋友，感谢他今天为我们表演载歌载舞的表演，感谢他，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里长。好，那我们正式比赛又要开始了哈，希望我们6号到10号的朋友，请你到我们的等候区来等候了哈。来，邀请我们6号李霞小姐带来一首《蓝瓶晚钟》，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评审、来宾，大家好。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蓝瓶中。晚钟随风飘送，好像敲呀敲在我心儿中。蓝瓶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匆匆地走出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谢谢，谢谢我们李霞小姐哈。来，我们的七号谢丽娟小姐带来一首《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掌声鼓励，谢谢。主持人、评审老师、各位嘉宾，大家好。心爱的，心爱的。
在我心内多想救出你的命。唱得非常好哈，真的很棒哈！来继续呢，邀请我们的八号，我们萧淑珍小姐，梦心歌想看麦，来掌声鼓励，谢谢。谢谢主持人、评审老师、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
谢谢我们的萧淑珍小姐，谢谢我们。那我们希望我们的11号到15号请到我们的旁边来做准备了哈。来邀请我们的9号张瑞娟小姐带来一首浮生仙山路，来点掌声鼓励，谢谢。有开了吗？有。你不能说降一，你要说你的调。那老师听的是降一个 key， 降一，你要跟他说你是要一。老师，各位同学朋友，大家好。山路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张小姐哈，来带来十号，我们的蒋宝琴小姐带来一首《鬼路》，希望我们现场朋友掌声鼓励，谢谢。评审好，大家好。谢谢，唱得非常好哦，人又长得漂亮，真的很棒啊！来邀请我们的十一号，我们的赵美花小姐。
我有邀请你们到舞台旁边来集合哈，这样子要省比较多时间。希望你们麻烦一下，11号到15号到舞台旁边来啊，等候一下哈，谢谢吉凶哈啾。谢谢，谢谢。谢谢一首哈啾，感谢您欣赏，谢谢。好，继续我们来邀请12号王元宏先生，对的，为你打拼，来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评审大家好。
爱你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中，你可比可比上光的彼粒星，每日打拼打拼，有时无啥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为你真实付出有偌大？谢谢。爱你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中，你可比可比上光的彼粒星。每日打拼打拼，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为你真实付出有偌大？谢谢。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谢谢一首为你打拼啊，感谢啊，谢谢。那么我们的议会呢，我们的议员来到现场啊，啊，我们现场的朋友来点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许议员、许佑仁议员，谢谢。好，谢谢。唱歌比赛人拍灯是足无礼貌啦吼，啊无应该是我来唱一条，我哪来参加比赛？哦，啊头拄啊我唱一寡朋友，一日穿啊靠我讲啊唱啊，袂讲一定要养精蓄锐，对吼、哦。这个丹田哦，呼吸有在训练，所以等下唱出来就冠军。啊，咱即大家有咱班贝加大天赋，咱生命伫遮咱保庇，相信伫遮唱歌诶人，大家人身体有乃健康，因为爱唱歌诶人，大家绝对乐跳。哦，啊乐跳诶时阵。咱的心情好啊！祝贺今仔日咱的长青组、吼、哦、社青组，咱所有参加比赛的人，全部的人在这拢得冠军，好唔好？好！咱冠军奖状啦，变作30个，好唔好？好！安、啊、尼是上好诶，但是吼、哦，实际上咱的主办单位咱国分啊，哦，咱里长优秀的里长，我伫顶里行吼，伫北家里边吼，拢足受肯定吼，安、哦、尼啊，所以伫遮大大家祝贺今仔日。比赛完满，大家人拢得冠军，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议员，谢谢。那我们还有一位议员来到现场啊、哦，我们来点掌声欢迎他好吗？郑嘉欣郑议员，掌声鼓励，谢谢。感谢美丽主持人，阿哥吼，咱上届认真上拍拼，咱的里长。啊，搁有我议会真好的同事徐佑仁徐议员，
啊，今仔日现场吼来遮报名参加《八甲好声音》，我感觉这唱歌吼是一件吼非常好、是非常棒的活动。之前吼我嘛走过真济所在，拢来办这个唱歌，这就是要让咱吼，虽然就是让大家有这个机会，会当展现家己的歌声以外吼，对身体其实是足好的。唱歌其实是真正是一个真好，唔然会当吼，让你人的心情会当放好轻松，啊，佮会当吼。这嘛是一个兴趣啦，所以就当作讲哇，会当徛伫台下顶，好好来表现、展现家己的自信，这是真正足好。所以嘛，真感谢李长吼，啊来办这个活动，互咱的李明吼有这个机会会当徛伫台下顶。所以小等者尽量吼，就表现出你上好的，唔管唱了哪，就是家笑出来，很自然安尼笑出来就对啦。啊，那未来有需要阮议员协助的所在，阮拢会尽全力来协助。啊，我就住伫隔壁七家尔。遮就敢那像家，嘛是家己的厝，行过伫八家尔，所以我无论啥活动，一定拢会来到遮，甲大家来问好。有需要阮协助的所在，阮会继续认真努力拍拼。啊，祝福今仔日所有吼、来表演遮的歌手吼，拢会当吼心想事成，啊，摕到冠军吼，啊，一切拢会当顺利。啊，祝福大家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一切平安。幸福快乐，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谢谢你的预言，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继续呢，邀请我们的比赛者哈，我们十三号黄秋月小姐带来一首《初恋女》，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谢谢评审老师，各位乡亲，大家好。你牵引我。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越来越会唱歌了，越唱越棒了。好，14号我们的张宏先生带来一首《心掏吧》，掌声鼓励，谢谢。美丽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国主的评审老师，还有现场的来宾，大家好。秋间雨风不停，竹又好，离情不明。就爱找枕头，我若要出国，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件衫，想你双手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阮情，我若受你心疼，我若要你不甘吃，我若哭，你的目屎就拭袂干。我若跌倒，亲像针插你心肝，我恨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疤。秋叶间，雨风不停，自由好。离情不明，船若要靠岸，就爱找灯塔。我若要出国。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想你双手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一年甲阮情，我若受你心疼。我若要你不甘吃，我若哭，你的目屎就拭袂干。我若跌倒，亲像针插你心肝，我恨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伊，因为我是你的心头疤。我恨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伊，因为我是你。谢谢。好，
谢谢，谢谢我们的十四号三红。我们十六号到二十号，麻烦你到舞台旁边集合了哈。十六号到二十号，麻烦你到舞台旁边集合了。啊，邀请我们的十五号李进才先生，龙珠瑞来，掌声鼓励，谢谢。啊，美丽的主持，啊，各位评审，啊，各位嘉宾，大家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十五号，好，邀请我们的十六号张燕萍小姐带来一首《彩云飞》，掌声鼓励，谢谢。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里长，那我是新化区的，他愿意让我来这次参加歌唱比赛，我很开心也很高兴。然后现在我谢谢谢谢主持人还有 DJ， 然后还有谢谢里长、评审委员还有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是16号的张艳萍。我是来自那个新化哈，再一次谢谢归仁八甲里的那个各位乡亲，谢谢大家。好，那我为大家来代唱一首《彩飞》。谢谢，谢谢我们的十六号，谢谢，谢谢，我是16号。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哦，谢谢。那么紧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17号黄敏明先生带来一首《初恋女》，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主持人辛苦了，评审老师，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谢谢。
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十七号。那紧接着呢，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十八号杨美瑟小姐带来一首《鹿林的一心》，掌声鼓励，谢谢。平常老师，来宾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谢谢，感谢我们的十八号，当然呢是我们的十九号吴永全先生，点在当家的家老兄，来点掌声鼓励，谢谢。主持人、评审老师、大家来宾，大家好早。
谢谢，谢谢我们的吴永全先生。再来是我们的二十号的参赛者王祥和先生，带来一首《失路的梦》，来掌声鼓励，谢谢。已经演唱完毕哈，那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评审之一哈，我们的谢千彤老师上台，来掌声鼓励邀请一下好吗？好，辛苦的美丽的主持人，然后我们两位评审老师，然后我们黄里长以及现场来参加我们今天八甲里第一届歌唱大赛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千彤。啊，今天很开心哈、哦，来到我们八甲里这边，然后八甲里大天府的广场面前哈、哦，那担任评审一职啊。首先要先感谢我们的黄里长哈、哦，那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现场哈、哦。那今天早上听了20位的长辈们哈、哦，我也当比一个手势好你俩赞，好、哦，只是大家有一点紧张，
吼、哦，就是在演唱过程可能有点紧张，啊，而且吼，透早唱歌可能你们话那无啥个习惯，对不对？吼、哦，你拢是下晡咧唱歌，所以下早咧唱歌吼，那较紧张，吼、哦，就会比较紧张一点。好、哦，但是大家都表现得很不错，只是吼、哦、这边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说你们在唱歌的部分吼、哦，因为我们今天音响设备都很好，好、哦，按我们在听音乐的部分，你们有时候在音准的过程，好、哦，就是你咧听音准。好、哦，也是咧听咱的 tempo， 好、哦，咱听好清楚。有当时啊，恁的拉拍，好、哦、啊，歌词吼，尽量会当记，咱就甲记。因为今天我们这样，相信荧幕也不是那么好看得很清楚，好、哦，所以会当记，咱就尽量记。好、哦，那再来就是唱歌吼、哦，我们就是尽量嘴巴张开。啊，无有当时啊，人讲你是感觉咧啰嗦的来在咧唱歌。有时候会听不清楚你在唱些什么哈，那就是唱歌，然后诶，喂，表情有够水诶，问题哇，歌词唱唔对，伊家己嘛唔知呀，哈。但是不过哈，今天哈在今天早上听了20位长辈的演唱哈，真的是我那只干恁记得回歌当唱个只好唔知偌好诶哈。那今天也碰到好几个有一点曾经碰过面的一些赛场选手。好，不过你们今天真的大家都表现得不错哈。好，谢谢。那今天呢也很开心哈，来到这边哈。那千童呢，在今年就在上个礼拜才刚发行了一首新的歌曲，好，那在这边呢呈现给各位，因为你所以有我，谢谢。好，我们现场的朋友给老师来点掌声鼓励好吗？他的新片哈，希望大家能够喜爱，谢谢。好，我们工作人员麻烦一下，那个入选的名单记得给我一下哈。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待会要决赛了哈。希望呢入选的10位朋友赶快把你的歌曲确认一下。谢谢，这是一首叫《亲情》的歌曲，音律3.5万，谢谢。心肝等来乎你看。
谢谢我们的牵头，哇，唱得很棒哈，好听吗？好听，好听，记得去买唱片哈。啊，那丢了哈，记得去买唱片了哈。好，我们的长青组，大家都知道名次了吗？入选的十位自己知道吗？来，我报一下哈，第十名我们的蒋宝琴小姐，第九名吴永泉先生。第八名黄明明、李进才、王元宏、谢丽娟、林美凤、王祥和、张红、黄秋月，请你们到舞台旁边找 DJ 老师确认你们的歌曲。5分钟之后，我们开始表演，谢谢。